谢谢，快看看想吃什么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要一个。你怎么还不来啊？可能一会儿上来吧。 齐了，快吃吧，宁老师。嗯，嗯，宁老师，你快吃啊！凉的就不好吃，要是吃完了不够，还可以再叫一份。啊？ 为什么还在？这个点不是应该去赶飞机了吗？李姐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没有，怎么样？哦，你要去厕所。 不要，要的呀！你刚喝了那么多粥，那医生也说最近最好是定期去洗手间。对你，别叫，这个点正合适，快去吧。怎么了？我。 我还没吃饱，一会儿帮我打包一份这个点心，你仔细看看，记得跟服务员说。好，我记住了，那我走了。快去！ 几层？13。等等，怎么了？他们的安全系统加了个补丁，
我无法公布。这真，你是那谁？这是意外，我这不给你想办法了吗？谁知道他们的系统是从中国买的呢？你也别急呀。你好，你好，请问刚才那个桌子上有一个黑色的手机，有人看到吗？黑色的手机？对。啊，您看一下是不是这个？哦，是这个。那个女士说她先回房间了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哦，对了，有没有菜单咱们这儿？有的。我想点一个，啊，点一个这个，打包带走。好的，马上为你准备。是的，我想退房，15分钟之后。好，谢谢。倒计时10分钟，等他回来，见到的人就只有被我叫回来的齐伟，而我已经消失在人海。当真是天衣无缝。在1314房，宁总，哎呀，哎呦，宁总啊，您终于来找我了，10分钟，我现在过去不又被骂了吗？哎呀，可是他为什么会在1314房呢？哎呀。问题想问他呀，哎，10分钟，齐伟来这么快？哟，顾总，早啊！哼，你干嘛？干什么？哎呀，对象啊，对象啊，推推推！哎，你人呢？出来！这你干什么？你找什么呢？跟谁打电话打那么长时间呢？啊，让你的老板都望尘莫及。出来！老板，我倒是觉得很奇怪。你怎么这个点还在酒店啊？啊！我为什么不能在酒店呢？我记得您不是12点的机票吗？哎呀，现在快11点了呀！哎呀，现在已经11点了呢。我们俩怎么可能分开回国呢？啊？嘿，怎么着？怕你的小男朋友来了，被我撞见。我昨天那真的只是酒店按摩男技师而已，你这个脑洞能不能不要开这么大呀？还有啊，如果您能将这种优良的想象力发挥一点点在平时的工作当中，那也是好的呀。酒店按摩男技师？嗯？怎么可能？你当我傻吗？我真的没有跟你开玩笑，我让金一重新给你订的机票。我去，不是，你给我订那么早的票干什么呀？只有2个小时了，李浅，有你这么逼自己老板的吗？